葛兰基资料照 USA Today Sports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响尾蛇把当家王牌 Z 魔神葛兰基 Zach Green 摆上交易台，即使他还有四年1.27亿美元约新台币38.3亿的合约，仍传出四支球队有兴趣。美国 Yahoo Sports 分析，格兰基已经34岁，加上薪资高，想清出薪资空间，前回今年大放异彩的马丁尼兹 J.D. Martinez 等等都是可能的因素。格兰基在2015年季后与响尾蛇签下6年2.065亿美元约62.05亿新台币的超大合约，2016年却投出13胜7败，防御率4.37的成绩，表现不如预期。今年葛兰基重拾身手，缴出17胜7败，防御率3.20成绩。Yahoo Sports 指出，首先葛兰基还有着4年1.27亿美元的大约，即使是超级巨星，这也是笔很大的数目，而且也要考量到葛兰基的年纪。虽然他在今年表现很棒，但从明年开始至他37岁前，葛兰基每年的薪水平均高达3450万美元，薪资太高，响尾蛇若要交易他，不可能在交易中完全摆脱葛兰基的合约，需负担部分薪水。其次，葛兰基是今年响尾蛇唯一吃下200局的投手，但球队阵中还有一群年轻有力的先发群，包含雷伊 Robbie Ray Walker Ted June Walker 高德利 Zach Godley 空兵 Patrick Cobb 等好手，其中雷伊投出15胜5败，防御率2.89的生涯年表现，力图重振威风的孔兵也有14胜表现。再者，响尾蛇清出薪资空间，让他们可以签资深老将来补强先发轮值，或是加强打线，像是签回马丁尼兹。Yahoo Sports 认为，响尾蛇若能找回马丁尼兹很棒，但少了葛兰基，响尾蛇先发轮值少了一名大将，若先发群空缺无法解决，很难说签回马丁尼兹会比葛兰基更好。葛兰基资料照法新社。